这个如果讲一切讲平等呢，平等的定义呀，先要搞清楚。如果不搞清楚啊，这个里头的矛盾冲突啊，永远没有办法解决。什么叫平等？现在谁懂得平等？啊，那真正平等，不要说男女了，总统跟人民平不平等呢？啊，市长跟市民平不平等呢？他不平等嘛，伸手五个指头不平等嘛，一定把它砍掉，那才平等啊！啊，人长得个子不一样高，那全部说高的时候，统统把脚也砍掉，头也去掉，平等啊！啊，树木花草长得都不一样齐啊，统统把它削了，平等啊！要平等，就要把整个世界毁灭掉，就平等了，不毁灭掉。绝对不平等，为什么不平等呢？他造的因不平等嘛。啊，这个世界上是有钱跟贫穷人不平等，怎么办？啊，说共产还是不平等。啊，共不了啊。啊，这不是解决问题，所以要懂得平等真正的意义。分工嘛。个人在自己岗位上做到了，做得很圆满了，就是平等。你比如像你的公司，啊，你的董事长是所有世界你们同行董事长的模范，第一董事长。啊，你们的经理是所有行业经理里面第一，啊，那第一就平等了吗？你们的员工，甚至于清洁洗手间的。他也做得非常好，很称职，搞得干干净净。他清理厕所第一，哎，第一就平等了。哎，我也第一，你董事长第一，总经理第一，这叫平等。啊，所以，把你自己这个身份地位，你的这个工作做到尽心尽力做，做到最圆满，这叫平等。啊，总统他把称职，他把总统这个职位上。做得最圆满，全世界各个国家总统他第一。啊，我们做人民的，我们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，我也做得都第一，个个都第一，人人都第一，这叫平等。啊，男子跟女子也是一样的。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对这个事情说得很多啊，今天提倡男女平等，简直叫胡说八道啊！为什么呢？天下大乱的根源从这发生了，实际上世界和平、社会安定，这个权操在哪个手上呢？印光大师讲得很好啊，女人手上啊，女人的工作是什么呢？专门培养贤德的人才。她在家教子弟啊，家有好子弟呀，那国家就有好的人才呀。自己一定要出去跟别人去争，儿女不管，是的，你能够争一代，你得底下一代完了。啊，你去做女人，你去做个总统，为什么不叫你儿子去做总统呢？为什么不叫你孙子去做总统呢？啊，为什么自己一定要去做呢？多想想，圣人讲的有大道理在呀，女人有女人的职权呢。男人有男人的职权呐，个人分工不一样啊。如果你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你这一生做女人，你不想做女人，你来生可以投生做男人呐。啊，男人也可以投生做女人啊。女人不是生生世世都做女人啊，男人也不是生生世世都做男人呐，很平等啊。可是。就现在来讲啊，如果说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那因为现在是一个毕竟还是经济活动非常旺盛的年代哦，那有一些人就开始提倡说，如果一个男人本身的工作能力真的不好，然后呢，可是他娶的老婆的工作能力很强，是不是这两个人就可以交换工作？于是乎，现在就有所谓的现代奶爸哦，在家里奶孩子，妈妈出去上班，然后一般呢，就像能够做奶爸的男人也都能接受。那这样的情形会不会又违背了呢？这个是补救，啊，这个确实是违背，但是啊，未尝不是一个好事情，啊，可以说是父亲在家里头是能够
教养小孩，也能做小孩的好榜样，嗯，这也行啊，这样也行。那这是你们两个人自己协调的事情。总而言之，教育底下一代比什么都重要啊。我是常常讲经的时候也常常说啊，如果我们中国古人讲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了，嗯，啊，也就是说你底下有没有继承人，你的事业，如果你的事业做得再好啊，再辉煌再伟大，底下没有接班人，没有继承，你的事业的成绩等于零。为什么呢？你死了就没有了，就消失了，这个重要。所以我也常常鼓励出家人，出家人你一定要有好的接班人啊，如果你要不注意培育接班人，你也完了，你什么都这个功德都称不上。你看看古时候帝王一继位那一天，头一桩大事立太子，你就晓得这个意义大了。为什么？一接位呀，马上就要培养接班人啊。现在大家把这个疏忽掉了，自己一定要做到一生，做到老死，死了之后后面大乱啊，没有人接替。为什么平常不注意培养？家庭也是如此啊。家庭，换一句话，小孩一生下来，你就要晓得这是家庭的接班人啊。希望小孩将来他的成就在我之上，你成功了。如果你的小孩疏忽掉，你没有去教育他时，你自己做的怎么辉煌怎么伟大，明眼人看在眼睛等于零。这个道理现在明了的人不多了啊。任何一个行业啊，都要留意培养底下一代呀，这是真实无量的功德。所以其实法师您刚刚提到的，就是说不只是在这个家庭有事业上的接续，包括说呢有这个下一代延续香火，对这个家庭来讲也是有了继承的意义。对，不错，事业上要继承，是。可是对于很多有些家庭哦，有他们实质上的困难，比方说这个父亲呢家里开米店的哦，可是儿子呢唯一的儿子的兴趣不在这里，而且他的天分呈现出来的他可能是画家，像这样的情形，可能这个儿子又没有办法恪少击求，这个没有法子，这个是有办法了，他可以找学生呢，所以说这个可以招他的这个徒弟们，徒弟啊，就是有徒弟来继承呢、啊。但是在徒弟继承，那么他的这个儿子是喜欢画家，另外一个画家他就继承他了。但是你绝对要把这个人才的时候要代代向上提升，那社会就是兴旺的。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懂得爱惜人才，帮助人才，成就人才，绝对不可以嫉妒啊！嫉妒破坏呀、啊，那是无量无边的罪业啊！因为什么？它不是破坏一个人，它是破坏社会，破坏许许多多人的福利。所以佛家戒罪呀、啊，它不是对个人戒罪的，它对它的影响，整体面，它的力整体面，它从这个地方来戒罪。